当女友要对我进行绿茶测试时，好好来，准备三二一，开始。那你找帅哥能帮我一个忙吗？帅哥，帅哥在哪儿？叫你呢。哎呀，年纪轻轻就看不见了啊。嗯，那个就是能帮我一个忙吗？手机没电了，你送我回家吗？啊，送你回家啊？嗯，那可不行。哎呀，你家我又不熟悉，你要真害怕可以去我家呀。别急嘛，测试嘛，专业一点。嗯，那个就是我不回家的话，我闺蜜会担心的啊。那没事啊，可以叫你闺蜜一起来呀。你别急嘛，专业一点。那帅哥，要不算了吧，你还是给我打个车，然后我们加个微信，我把钱转给你。你手机不是坏了吗？你？那你给我留个联系方式嘛。哎，没事啊，托儿塞，托儿塞。来，行，坐这个就行。到了你自己给钱啊。嗯，但是联系方式还是可以加一下。你这套流畅的信息了、对付变态就要用变态的方式，我这样害怕的该是他了，知道吗？最后一关、那个就是我已经很久没有喝水了，能把我水喝给我喝一口吗？我保证不对嘴啊、这样不好吧？怎么不好啊？看看他又要搞什么幺蛾子。哎，我谢谢哥哥，明明浅。哇，你怎么这样啊？啊，太渴了，没忍住，哥哥不会嫌弃我吧？跟我斗，看我的。啊，你喝啥呀你？不是，我也渴了呀。不是，你说不好吗？这样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不用专门不对嘴，这样不好。我你。妹妹喝过的，明明甜。